我们这儿有信息证。那天我走的时候，在河边看见一女的，挺高的，烫了个大波浪。这是尸体附近发现的，先拿回去做技术鉴定。这个案子要抓紧，上面很重视。一开始看死者也没什么联系，你这凶器挺沉的呀。凶手应该挺有劲儿，反正我觉得这个案子肯定没那么简单。